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，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粉丝生你与周深惊喜同框，全新单曲《生而为营》 MV 2.0 版即将空降，这是生你与周深浪漫而温馨的时刻。生你与周深惊喜同框，全新单曲《生而为营》 MV 2.0 版即将空降。生你说，你存在于我的梦境里，也出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。如今与你同框出现在《生而为营》 MV 2.0 版里，我感到特别特别幸福。是啊，有画面感了，所谓的幸福有画面感了，所谓的幸福有了新的定义，所谓的幸福画面感十足。小编有感触，在某个时空里，所谓的幸福特指一个宝藏男孩与许多粉丝惊喜同框，出现在宝藏男孩的全新单曲《生而为营》 MV 2.0 版里。这个少年，这个宝藏男孩，蓄暖如明灯，温润如碧水。宝藏男孩周深与粉丝生你同框，被誉为世纪同框，这是多大的惊喜！快来，一起看看生你与周深同框之前的搞笑而精彩的花絮。小编刷到了这些花絮，花絮中有可爱的生你。听闻全新单曲《生而为营》 MV 2.0 版官方正式开启征集活动，可以对周深的表白，可以和深深一起出现《生而为营》 MV 2.0 版里。有生你惊呼，不是吧，现在我去整容还来得及吗？不得不说，生而为营绝绝子，有新意，太棒了，挺腻。小编注意到，还有生你激动地说，和周深同框之前，可以先给我滤镜开到最大吗？如果不能，那我只能失望了，只能等着看漂亮姐姐、帅气哥哥的了。好羡慕，好嫉妒。是啊，隔水都会羡慕。能入选生而为营 MV 2.0 版的生你，能与周深同框，引来的一定是无数人的羡慕和嫉妒。谁不想和宝藏男孩同框？人温柔，超配合，业务好，能力强，有才的生你随时上线。这股有才的生你又来了。回想起与周深的点点滴滴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从来不追星，没想到人生第一次追星，追了个快乐小神仙。没想到周深的歌曲首首精品，首首精美，他的歌声美丽而强大，是专属于我的岁月沉淀。哇，太美好了吧，太幸福了吧。鲜活而可爱的生你果然与宝藏男孩周深惊喜同框了，瞄准了方向。别管我多疯狂，倒数的冥想引爆出这一枪，任我快如箭一样飞起来，太燃了，歌声太燃了。与周深同框的生你也太可爱了，周深 YYDS， 周深的歌声 YYDS， 生你 YYDS， 生而为营 MV 2.0 YYDS。 是啊，弹幕上的字母好多啊，真的是永远低神，声势美颜啊，让血脉拖着心跳来见胜败，我要生而为营，不败，淌着热血，一望无碍，就算伤口绽开，是谁在惊呼，我的天呐，太燃了。这应该是本年度最燃、最激情澎湃的歌曲之一了吧，这应该是本届最幸福的生你了吧。永远的神乘以十一，声势美颜乘以十一，我真的羡慕了，我要生而强悍，不败，滚烫的心，骁勇澎湃，听我生而为营，呐喊燃了超燃，让人看得热血沸腾，惊喜万分。花絮中不少生你探班周深录音棚录歌，周深真的是太好了，工作到这么晚，在工作间隙还要关心你子们，每一句都是真心的关切，你也一样要保护好自己，早点休息，这样的画面好温馨呢。生你周深惊喜同框，全新单曲《生而为营》 MV 2.0 版即将空降，开心吗？周深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，不愧是优质偶像，宝藏男孩。你若来，我相拥；你若去，我不送。有你在，我的世界就有了痛。不怕，慢慢的走过这长长的一生；不怕，默默的等到你远远的回头。没想到啊。小编看完央视播出的《天龙八部》，听完周深现场的爱情主题曲《无疾而终》，惊喜就又空降而至。周深参加央视2021中秋晚会节目录制，周深的神仙嗓音，动人心魂，疗伤治愈。他唱了这么多 OST， 支支精品，首首经典，太惹人喜爱了。
周深的歌声如泣如诉，唱遍此生牵挂。他演唱的经典剧作《天龙八部》爱情主题曲《无疾而终》震人心魄，歌尽人世喧哗，经典长流。你有没有被这首《天龙八部》爱情主题曲触动到呢？是的，小编被深深触动了。还有更让人触动的，更多的精彩接踵而至，周深的惊喜又一次空降而至。小编注意到，周深参加了央视2021中秋晚会节目录制，他与毛晓彤、钟镇涛、尚雯婕、王祖蓝等众多明星嘉宾一起加盟央视中秋晚会。中秋晚会节目录制现场真热闹，众星云集，群星荟萃，众多实力唱将和表演嘉宾强势集结，舞台的意境也是极其唯美，七星伴月、水榭舞台等元素遥相辉映，如诗如画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一场气势恢宏、意境悠远、浪漫唯美的视听盛宴，让众多网友和粉丝期待不已。小编又刷到中秋晚会探班直播花絮，周深在花絮中侃侃而谈，提及自己对唱歌的热爱。周深说唱歌就是他的热爱，他笑着坦言，趁着大家愿意听我唱歌，我想抓到每个机会让大家听到。周深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，不愧是优质偶像，宝藏男孩。更暖心的是，周深还鼓励自己的歌迷坚持心中热爱，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去追光，但要记住你们也有一束光在闪烁。是啊，优质偶像宝藏男孩周深一直都是热爱，敬畏每一个舞台，认真对待每一个舞台，他真的好棒。生米激动地说，谢谢深深的热爱，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精彩的舞台，我们也会一直爱深深，陪着你追光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光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梦。谢谢你唱歌给我们力量，你一直唱我一直听。一位有才的生米说，犹记得深深曾说过，很幸福我还在唱歌，而我要说，很幸福我还能听歌，更幸福的是还有好多好多好听的歌在等我听。是啊，生米说的真好，周深，所有的鲜花和掌声我都想给你，不愧是优质偶像宝藏男孩，舞台没有大小，你珍惜和尊重每一个舞台，在每个舞台我们都看到你的努力和真诚。还有生米说，无疾而终，夏日有晴天，烟火总该迎着光亮，生而为迎，光之翼、画卷，这些歌曲我一直都在听，周深好棒。周深谦虚礼貌，业务能力又强，对给予他帮助的人一直都会记在心里，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喜欢，所以才会有众多的合作者多次的后续合作。是啊，不愧是优质偶像宝藏男孩，周深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。星光闪耀的舞台上，在沸腾的赞美声中，周深那些在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汗水，那些被忽略的琐碎和点滴，才是浸透在生活中最明亮的勇气。令人惊喜的是，一个被称为天籁歌手、优质偶像的宝藏男孩，又一次登上了大的舞台，这既是能力的体现，也有运气的加持。他珍惜每一个舞台，他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，他感恩每一个给他机会的老师们。正如央视朱广权所言，没有什么能信手拈来，你必须要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。央视撒贝宁曾在节目里说过，热爱之所以有力量，就在于你就坚守它就好，永远不要去想它会有什么结果。是啊，果然是凭实力优秀，有实力的人说出来的话质朴真诚，也掷地有声。周深说，趁着大家愿意听我唱歌，我想抓到每个机会让大家听到，让人感动，温暖动人。专注是他的能力，也是他内心极其淳朴的表现，热爱他的音乐，也是他追梦的持续动力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